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，我和你种下满满的花园。我和你叫老板女儿老婆，她会是什么反应？老婆？嗯？你刚叫我什么？啊，我叫你大小姐啊。你刚刚明明叫的是？是什么？你说。我才不说呢，有本事你再叫一遍呀。原来一缕春风，春风也成风。盘点上学时不同时期的舞蹈。刚入学时，在校期间，毕业之后，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，一直往南方开，不会太久。在等谁？等一个故人。嗯，那你等到他了吗？等到了。那还真是幸运呢。假如把自己比喻成一朵花，你觉得自己是哪种花？嗯，没钱花。哎呦！Hey, three, two, one, go。我是你的前女友，曾经也是你的宇宙，身高一七五左右，有点出了苦，什么都不说。我的心里已有上天自有安排，你是一只飞鸟，飞向我的双手，从此我卑微的生活变得人海，我知道你会为我停留。港片里的大嫂和卧底，第一年春哥叫你跟着我的。叫什么名字？阿闪。长得不错嘛，看看身材。喂，大嫂。哎呀，这不合适吧？韩太太，总共是200万元。喂，叫你帮我拿东西啊，想什么呢？哎呀，第二年，春哥有别的女人了。大嫂，其实春哥心里有你。嗯，别叫我大嫂，叫我阿丽啊。阿丽。嗯，乖。这不合适吧？
第三年。会疼吗？我们医院呢都是无痛的。我问的是孩子。哎，擦擦眼泪。琛哥叫你来的。他你怎么不来？今天他有祸处，麻烦爸爸在这里签个字，孩子没有爸爸。我签吧。第四年。阿闪你出卖琛哥，你听我解释。琛哥，我敢担保阿闪他绝对不是内鬼。是不是出了事你挑啊？如果出了什么事，我阿丽拿命来扛。阿丽，你害死了琛哥，抓了社团所有的人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，跟我去自首，我跟法官申请，帮你减刑。我说过，出了事，我阿丽拿命来扛。阿丽，无奈我们更多彼此是被刺的。我是警察。Down, down, got me living on a tightrope. She got me going down, down.